哼一个。准备好了吗？他老叫我把那个戴头上，我说我才没像你那么，谁像你这样傻呀？然后他说爸爸戴，我说爸爸也不傻，只有你一个小傻蛋。奶奶盯上这琵琶很久了，这琵琶再不摘啊，就烂完了。轻轻一摘，全都掉了。今天婆婆准备做个琵琶糕，哪里要嘴巴呀？不会，哈，不会了，你还想做？不行，要不这么多果，不浪费了。我等下搜一下看怎么做。手机一搜不就会了吗？干嘛？买几杯啊？啊，要不然这些奇葩这么奇葩，要不然这些奇葩这么多不知道干嘛？再见。好。哎还知道把杆子要摘掉，我也来摘几个。是啊，很硬啊。哎，你看你肩膀有个虫子。哎呀！哇，这边的很漂亮，那你看，好的，那是黄黄的。摘、好了没呀、啊？快了，快摘几个就好了。好多啊，树上满满结的都是枇杷。这还是有点分量的，沉甸甸的。回家。不要它，不要。我们继续，不是拿。估计很多都是烂的。枇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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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舀点水。把那烂的挑出来，你看这么多烂的，哪个是烂的？甜甜，这个是好的，宝宝，把这不好的全部挑出来。一会儿把自己裤子都弄湿。你看这个裤子，你看，哎，哪都有你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你这干的什么活？你看看你的裤子全都湿了、啊。这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就是坏的，坏的很多。你那碟捞月亮椅，你真是帮倒忙的小能手。哎，爸就给把裤子换了。袖子，你这鞋做换不你呢？一会儿裤子又湿了，不玩了，宝宝。留着钱是精华，拿着皮扒了。剥皮去籽。哎，面就讲了，走，拜拜，跟爸爸逛啊。咱们去看做饭去啊。你问爷爷今天中午做什么？爷爷。做什么？吃什么？我给你蒸鱼，煮鱼汤。好不好？要不要吃蒸鱼啊？啊？你干嘛哎？你跑那么快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跑了。你的丫丫吃胖了。甜甜是真忙。哎呀！哼一下给你玩，哼一下给你玩。走，爸带你去吃麻薯，咱不玩了。麻薯，你想想，好好想一想，麻薯。忘了放盐巴了，这都已经发黑了。对，都氧化了。拿七百杯麦穗枇杷膏，那是 A 型工位。我来摘。那预测一下嘛。我觉得是翻车。我挑是最简单的版本来做的，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够了，太多了。够碎了。哎呀，我坐下，你给我坐下面。跟这个。琵琶糕。嗯。琵琶够了。我的妈，都成水了。用手吃锅，功率都最高的了。倒入锅里边。哇，好多啊。再拿点白糖，糖跟琵琶是1:1的比例。再来一勺就可以。嗯、OK。你为什么在？用这个锅熬，这比较不会糊锅嘛。这样熬的话比较不容易糊，可以关小火，让它慢慢熬。妈，你尝一口吧，看甜度适中的。够了，甜是够了。可以哈。还可很好吃的。没事，做好了换车我来吃。爷爷都想笑了。你自己没有尝一下吗？我没有，味道好得很。我怕死，先不腻。那你自己煮。
我是当小白兔。气白的，加么小哦？花好吃啊你啊 ？A 吧，好吃。好吃哦，对啊，说话都会哦。马上给他设置。来，怎么就不好吃？都出来了，就不好吃。你讲的第几家？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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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给面子的一个。现在那也不行啊你。啊不，还去别去钓，一棍袂少钱了呢。啊，咱无人无不唔食，食袂起啊，只要吃了这个暖了了。你拿来搞，你拿来搞。这个拿来。嗯，我来搞。我一家子在这。你还能干啥？来，你买一个。那就天哪，哭了先。老人需要找到一点自己的价值。不够慢慢。你吃的是什么？蜜饯的那些东西。宝宝。菜花是不是？小家伙非得让我学他。爸爸呀！这么高难度，爸爸来不了。下来，快下来！被断掉了。妖怪的啦！爸爸厉不厉害？好棒！千万不要轻易生小孩。越熬越少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的，水分熬掉就行嘛。有容器吗？你熬了一个多小时了。有。我怕熬剩这么一点点。你要干嘛呀？干嘛？要喷远一点啊！喷远一点啊！你看怎么喷？兄弟，你要不要尝一口呀？看这什么？你今天水玩得很过瘾哦。现在呗。哇，好黏哦，这个甜不甜呢？好不好吃？碰到自己了。好了，咱不玩了，好不好？还有，衣服都湿了，你看。好了，不玩了。好了，衣服都湿了，不能玩。好了，衣服还很。停水，没水了。咱们去看一下妈妈做的枇杷膏。哎，这是旱枇杷的，看别的。装罐。这连倒都倒不出来，还是挺成功的。不用他们家加半水就行了，就加半水哦。另外就是阿妈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是好点，他加伤多。妈的，应该是病的。可是加温工还暖。嗯，妈给再添一嘴。再添一嘴就对了。那个添完水以后啊，这块加温水就行了。你们俩一个勺。要能行大水啊，我哪加？酸酸甜甜嘛，甜了够了。我觉得哦，这个抹在面包也好吃。那下次试一下，反正有面包嘛。酸酸甜甜 Q Q 的那样，好吃是吧？好吃的，可以。我觉得比买的酱还好吃。多来一点嘛。舍不得。碰到我就这么抠呢？舍不得啊，怕吃完了。不要走就好。哎呀，尝了要好吃的，那树上那些果子还很多哎，跟果酱一样。那就是果酱。这好像就不像枇杷膏，有点像果酱，很好吃。你回头拿，很好吃。你再抹一下面包，尝一下，说不定上面我说的抹。我感觉好吃，天天看了也想吃。你要掰一小口，不要。挑了好果两斤，总共就只熬了这一瓶。300块哦，精品，这能卖300块吗？那卖给他们。这是孙媳妇的一点心意。卖你们，你这狗妈的，你爱你们，听见？你们，我也给你们。我们本来是想着说树上的枇杷那么多，不吃真的浪费，摘一点过来做一个枇杷酱。没想到还真的让它做成功了，还都说好吃。以后不会做饭，不会做东西，跟我学就可以了。要脸不？好了，那这期就分到这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瑶瑶。他头发一短，脸上肉都出来了。是啊。